用两块钱橡皮筋随手绑头发的你，大概不曾想过一条马尾的身价可以值千金。Kylie Jenner 未婚过去了，的21岁生日费尽心思打扮，除了粉红色的缎面迷你裙外，还换了一件铺满7万克施华洛水晶的连身裤，完全是个富豪版芭比娃娃。听把他那顺直金发马尾的花费，才是真的大贪，无法想象有钱人的世界。美发师 Violet Terratai 透露 Kylie Jenner 那30寸长发以400克真发接驳而成，用的更是最昂贵的俄罗斯斯拉夫头发，价值达6000到8000美金。原来这位顶级博发专家曾与 Khloe Kardashian 合作，后来 Kylie 看到他的发型作品后非常喜欢，于是便请他在一天内完成 Kylie 的生日造型。对于登上福布斯第亿万富翁 Kylie Jenner 来说，取去吧，000美金又何足挂齿。至于我们这些凡人，看看自己的银行户头结余，还是默默等头发留长算了。